苗栗县高脚地的地方受到当地海的影响。今日苗栗县政府同农政单位人员就去大南镇飞勘，一下初步认定地方受损率有2到5成，他都为天然灾害救助的标准。接下来就会报道农委会派现金救助和减轻农民的损失。离岩地段地方分片木恐龙天赋部位，这一百株万亿种石，李农讲今年受到天神问题影响，特别批加的地方，各位莫意思啊，反倒的地方没像一般变嘞。那个寒流一来，它树枝回流，阳分就回流了。哦，这么容易啦？它供给没有办法供给啊。苗栗县高脚地种的面积有1256公顷，边内大南镇只有830公顷，因正做人的灾害看慢出来。地方东上莫怕开发，县政府非同农政单位去飞看，初步安算全县地方损害率大概2到5成。这个天气的气候的变化太过剧烈哈，忽然间冷，忽然间热，让我们那个街的梨穗哈，几乎这个损坏2成到5成。啊，这个部分我们大概从三门头跟25号看完之后，啊，因为它大概还是陆陆续续有一些是迟发性的哈，所以我们又后来再从啊卓兰跟大湖，那现在目前这边已经达到啊天然的一个灾害救助的标准是损害到达20%。苗栗县高脚地年产值有16亿6400万元多，一百疏损金额初步安算有1067万元。县政府以亚农会基金开办农产品的相关保险，托极端天气影响下，利用做点落头部分散天然灾害风险。下个新闻由苗栗报道。